个世界有多大呢？未来的我会去到哪里呢？为了探索属于我的世界，我决定来到了这里。学成立在1986年，是大马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学，全球大学排名前28，是亚洲发展最快的大学。根据2019年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 ，UCSI 是唯一进入500强的马来西亚私立大学。近年来 ，UCSI 建立了2栋崭新的学术大楼，运营空间超过100万平方英尺，拥有最先进的设施。像是演讲厅、体育设施、演奏厅等等，都将改变学生对教育的感知和体验方式。目前，校园扩建只是 UCSI 宏伟大计划的起步，未来更将进一步把吉隆坡校区发展成教育城市。UCSI 是一所充满活力的大学，有来自超过110个国家，10000多名学生在这里就读，让校园成为文化和多样性的大熔炉。为了确保学生能和业界的运作与时并进，大学不断地和业界保持紧密的联系，更在校园内设立实验室，提供学生实习。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， UCSI 大学也配备先进的设施，提供超过100项课程，包括医学、药剂学、建筑学、电脑科学、文科、艺术和设计等等的课程，更和超过4200家全球公司合作，为学生提供结构化的实习项目和就业机会。我很感谢 UCSI 大学能够提供我这么难得的平台，让我有机会与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接触。美国哈佛对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名词，可是万万没想到在 UCSI 大学这马来西亚最顶尖的私立大学，我竟然能够有幸的被美国哈佛大学获选一年之长的研究工作。 UCSI 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合作已经成功让许多学长们进行他们的研究，并带来了不凡的成果。这次终于轮到我了，我希望我能够把最佳状态带到美国去，并把最好的研究成果带回马来西亚，实现我的梦想。我是 UCSI 的一名化学工程系学生，而在这里呢，我想特别感谢 UCSI， 因为它给我了一个特别好的平台跟机会，让我能够参与研究。而这研究呢，是长达3个月，在清华大学，在那呢，我学习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。首先呢，我认识到了很多不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，然后呢，我能够体验他的文化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我能够学习到他们研究的科技，尤其是在于蛋白质结晶这方面的研究。所以我特别珍惜和感谢有这个机会，感谢 UCSI。作为一所多元化的优质大学， UCSI 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打开了机会大门，帮助和鼓励学生们积极把握未来发展机遇，也培养出许多顶尖的领导者。我想当一名生物研究员，我想要成为一名临床心理治疗师，我要当一名钢琴家，我想要当一名多媒体设计师，我想要当一名时尚设计师，我想做一位广播员。 UCSI 点亮未来的梦想大学。